扁的意思哈。叶柄哈，叶柄呢很长，是紫色的啊，所以叫长梗紫麻。顾名思义，哎，紫是紫，叶柄是紫色的意思哈，这个紫色的叶柄。嘿，这一种长梗紫麻，它代表的意义是在我们库页林的下层，哦，而且呢，也是呢有点破坏过的库页林，就是比较先驱的库页林才有。如果是成熟的库页林，底下就没有了哈。阳光充足的地方。它刚长的时候阳光充足，啊，然后森林发展起来之后，它就在林下这样子。那它会消退吗？会，最后就慢慢消失啊。那这个长梗紫麻呢，也不是我们纯粹的榕南林带代表，它在台湾一样可以分布到很高海拔，甚至到2000公尺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到那个中海拔山区，林下也是长梗紫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就是有破坏过的，好，主要是因为它有破坏过这样，所以这个不是很好的林，所谓植被带的指标啊，但是很常见就是的哈。啊。